人头大小的河蚌您见过吗？图上的河蚌看起来是不是很大？确切的说比我头要大。该水库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，是生产队时挖建的，距今已有40多年，本次开始第一次清库，这些蚌都有40多岁了。这样的河蚌皮在水库四周随处可见，它们可都是野生的，并非人工养殖。今天非常幸运开出了几粒珍珠，很激动，这可是野生珍珠，就是粒比较小，不知道值不值钱。有懂得的老铁评论和东子聊聊呗。